教你如何透过 Facebook 赚钱，而且比 YouTube 还更好赚哦。Hello， 你们好，我是马来西亚男孩郑冰燕。相信很多人都知道 YouTube 能够赚钱，但你知不知道 Facebook 其实也能够赚钱，而且可能比你的 YouTube 收入还高哦。在去年11月左右，我就发现我的 Facebook page 突然多了一个广告插播的功能，它可以设置你的影片需不需要出现广告。我当时就非常高兴，因为可以设置广告就意味着你可以有广告收入。2019年1月份，我终于收到了 Facebook 给我的第一个广告收入，竟然比我的 YouTube 收入还高出5倍。所以我就想上网学习更多有关 Facebook 赚钱的方法，但是我发现资讯非常的少，而且大多数都是以英文为主。所以今天我就整理了资料，想帮助那些想透过 Facebook 赚取额外收入的你。事前准备，第一，开设脸书专页，你必须要有一个 Facebook page， 你的个人 Facebook profile 是不能赚钱的。第二，拍摄影片，只是文字或者是照片是不能够赚钱的，而且影片的时长至少要3分钟或以上。第三，银行户口或 PayPal 账户，只要收入达标， Facebook 就会自动汇款到你的银行户口。赚钱的条件，要赚取广告收入必须达到这3个条件，缺一不可。第一，10000粉丝，你的 Facebook page 必须至少达到10000个 like。 第二，30000次一分钟以上的观看次数，在过去的60天里，你3分钟的影片必须获得30000次一分钟以上的观看次数。听起来有点难理解，反正就是你必须拍摄3分钟或以上的短片，而且观众观看影片的时间要够长。第三，影片符合脸书准则，暴力、色情或者是敏感的课题的影片都不允许，而且如果你是常常盗用别人的影片也不能够哦。那怎样知道自己有没有达标呢？那很简单，你只要点击我 description 下面的这个链接就可以查询了。达标过后，你只需要根据 Facebook 的指示填写你的这个银行户口资料，你就可以开始等着赚钱啦。 Q&A， 如何查询我的收入？点击你 Pitch 上面的这个成效分析，再点击广告插播，你就可以查询你的广告收入啦。所有的影片自动开启盈利吗？ No， 必须手动的开启视频盈利，而且你必须设置广告出现的这个时间点。如果你的影片时间够长的话，你还可以插播更多的影片哦。我以前的作品还能赚钱吗？以前的作品可以开启盈利，但是那个点击率会重新计算，除非你旧视频的这个点击率还持续增长，否则帮助不大。什么影片都可以盈利吗？只有3分钟或以上的影片才可以申请盈利，而且必须交给 Facebook 审核。几时才可以拿到钱？根据我的经验，只要你的这个收入达到$100或以上，在每个月的第3个星期左右，你就可以收到你当月的收入。但是如果你当月的收入太低的话， Facebook 将会暂停付款并累积到下个月。广告费怎么算？很抱歉，我到现在也还没有找到任何有关 Facebook 计算广告收入的这个方法，所以呢，一切都是他说了算。为什么我会说 Facebook 比 YouTube 还更好赚？使用过这两个平台的朋友，相信你们都知道 Facebook 的 View 是比较容易上的，因为 Facebook 有自动播放和分享这个功能，只要确保你的影片有共鸣性、时效性，还有前面的5秒能够成功抓住观众的胃口，你的 View 就不会太差。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或者是身边的朋友有用的话，就记得 share 还有 tag 你的朋友。喜欢这个视频的话，就记得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。我们下个影片见，拜拜。我要赚赚赚赚很多的钱，带你去旅行，回老家拜年，吃了团圆饭，在新加坡北，喝杯菊花茶，不怕